插发一下，五分钟以后开票。那这个大家在思考的过程中呢，我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103年的时候曾经去参访过我们文炫兄，那个我们翁文炫来，请大家认识一下这位。文炫是去年加入的。他去年加入，那我们在去年呢也去过他们家的房老房子啊，去看他的吴树林的翁先同大屋跟那个翁家的主厝。那今天下午还有一次开放的机会，如果想要去的人呢，要约哪里见面？1:30到2:00到。那这样好了，如果要去的人啊，我们1:30在这个龙潭大池的老人院前面集合，啊，1:30在那边集合，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如果有兴趣去再去看一次的人，就一起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是翁先同大屋呢，是龙潭乡除了圣基亭是指定的这个限定古迹之外，翁先同大屋是第二件限定古迹，对，应该是非常值得去看啊。如果还没有去，因为它并没有就是随时可以开放给各位，大家可以去看，因为是限定今天的下午1:30。如果要去的人在这个龙潭大池旁边的这个老人会馆集合。各位学长学姐，大家非常谢谢大家对父亲大陆的爱与爱护。我真的感谢大家对父亲大陆在过去以现在一直的投入和踊跃的支持。虽然父亲大陆现在是还没有完全的开放，在以前都是不允许的，但是我想说大家一定会基于爱护这个都被支持，我们家的一个上面目前是做开放的，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在为公布以前，都是属于这个管理上面的一个缺失不一的地方，所以大家见谅一下。那一直要感谢的就是说东南导览协会杜叶老师及朱立柱老师，他过去对东西大做的时候的亲身的很多的事情，他做说行动来的，那各位长辈也有在经济上面的一些资源，非常的感谢。那我身为龙潭乡的地方，所以我知道说龙潭真正需要的地方，就是一个真正要保留在这个地方的文化方面。那加入过去汉家父在这个方面，琢磨的很多，用心的人，我只是说我承接在这个方面。虽然在家庭方面，我爸爸八兄弟当中唯一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古城在那边，那边是现代的观念还是要以为能力，但是我的盖章看我自己一样，所以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所以我也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龙潭是我在这里出生的地方，在我老家出生的地方，吴先同大屋也是属于龙潭所有的人，以后会是大家的人。这是我家父说，有点后代出身，然后跟大家社会资源，大家共同分享的一个宗旨，所以我一直要把这些东西要留给大家。那虽然在这方面有很漫长的路，但是这个漫长的路是靠各位大家一起来支持，
然后以后大家来当义工去导览这些事情，把这些所有的石雕、木雕、剪莲、彩绘一应俱全，非常精致的地方，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跟所有的人大家来共同享受这个资源，这个才是重要的。我希望是说，有大家的支持当中，大家目前来讲共同来支持这些事情，所以我很棒的。今天就是因为学友会通常高原导演的通常相处学友会高原单相处学友会，他们有几个老师利用早上，那今天我原来也那边有报名一个讲演，全家的活动，我认为我是龙潭的，我是还是要以龙潭的那个为优先，所以我现在，所以我今天参加这个地方，下午就去，大概是原来是，但是现在他们过来临时会，但是我希望说今天这个活动是大家的，建议还是有机会的。给我们的，给我们自己的乡民来一起来，谢谢。好，各位伙伴，精彩的时间到了，然后现在开票场，请我们的接票的，还有秀女伙伴。美来伙伴啊，秘书，我们先把票拿出来。有，忘记了呀。再清点一下有多少张。票我来清吧。